即摆个拢知影，你饭业务就是好卖出新标的钱，唔再想要赶卖出三顿现金。等银行卡再交钱啦，我唔爱甲你骗啦。我出安尼8亿，你想啥？李董，即摆迄块地哦，伊市面上哦至少嘛有12亿，伊出8亿，甲阮想的有差一截啦。这个是你后生来的，那看起来呢，将才将才，讲话是点么认真，你都无啊？哎，我甲恁两个讲哦，即马是恁在救我哦，唔是我在救恁买地我哦。一口价8亿就8亿，买就来，卖就退。永国啊，你介绍嘛，卖大家硬啦。你好，你介绍是不是各位当？较管淡薄啊，因为这块地我嘛买过两年啊，都算讲是，我赚淡薄啊利息嘛，吼。好啦，你甲我想看卖啦，我就该安尼倒啦。无安尼啦好，都阴暗，啊，大家都做伙食食饭的，顺便甲这个代志小讲一下，小确定一下嘛，好不？会用的啊，还甲恁水果做点酒来。想当年哦，瘦辣是咱工地绝世小辣椒呢。凉水西施，迄个身材，迄个气质，够赞的。我安尼哦，当年拍跑够久的拢拍袂着。啥物一月头就嫁乎你，变成大方营造的头家娘。更歹哦，我也想这个代志，我心骨头就够艰苦。歹势啦，李董，阮妈妈哦。对生意场的代志哦，较无了解啦，较无清楚。也是咱三个人食饭哦，甲这件代志讲定就好啦。是啦，但受过什么都不是当当年迄个什么凉水西施哦，啊叫伊来不送啊？哎，恁爸阿囝即马是安怎哈？我只是想要甲我当年的梦中情人食食饭面食酒，安尼袂用的。安怎？啊是恁先怎啊当作我是小弟哥啊？无啦，无，永国，阮唔是这个意思啦，唔是这个意思，暗时就甲素华招来做伙食饭啦。大家吼，好坐落来面食酒嘞，啊若无，这顿饭难免食。永国，爸，这李勇，伊阿家的名声是足歹啦，哪是要拜托这款人哦？不如去求阿伯，莫甲我讲，搁要甲周信强合作的代志啊！我是绝对无可能落软。我看今麦这个李勇，伊是唯一肯出钱的金主啦。若是也满意哦，结出2亿啊，咱财务危机就会当度过啊啦。爸，好啦，我来处理啦。迄个准讲，我若真正带你妈去，恁爸嘛无可能让家己的某去用食豆腐啦，放心啦。食百万的衫，捡孙雷锋，糟蹋到安尼啦，要什么要怎穿出去？唉，佫甲我警告呢，讲什么以后我若是穿甲伊同款的衫，伊就要甲我所有的衫拢夹到脆糊糊啊！啊，真正有够衰！迄衫若害去哦，都卖滴啊啦，我就甲你买新的啦。嗯，我真唔敢咧，你都咧讲啊，我袂晓替你省钱，干那样开你的钱，是一个食了米的人啊，我要哪会敢叫你买新衫换？莫你靠鬼面好无啦？我嘛是看你一直去予孙丽红欺负，啊！你搁遮尔啊软弱，嘛唔敢啊呛转去。我唔甘，我艰苦，唔才对你安尼歹声扫。
你就莫藏伫个心内好无？你今日沾着药啊？哪会对我这么温柔？你安尼我就袂惯势。咱总是阿妈婆呢。讲老实话啦，你看我安尼做周信强的细汉，偌侪年啊，我敢袂自卑？我当年是感觉自卑啊，我当年是感觉我不如别人啊，所以我唔再希望你，也是我任何一个囡仔，莫参像我同款，一直伫咧看酒驾的目色。透过安尼做是为着咱这个家好，我嘛是希望你会当互看会起。好啦，既然哦，你拢言行老嫩啊，我都莫甲你计较。有滴人都咧讲啊，阿婆无过命冤仇。我就知影哦，你对我上好。啊，你暗顿哦，想要食啥？我来做啊。别麻烦啊，我带你出去食。拄好哦，我要请一个朋友食饭，你对我来应酬。应酬？嗯。啊，唔多爱西装打扮，唔过我所有新衫拢捡顺的吼，糟蹋了呢。根本就无新衫通我穿出去啊！我拢甲你准备好啊！来，你看咩？啊，你唔是无介意我穿这款有金创的衫？你讲我穿起来后，袂输迄妈妈衫同款呢？干母，我会记当初是咱熟识的时阵，我就是予你穿这种金创的衫的金饰饰去杀掉啊！啊，迄个时你就是穿这款的吼，在咱工地遐卖凉水，我袂输敢那神入下凡的，迄西施拢无你好看。我感觉你今日真正怪怪呢。迄平常时吼，你拢无介意我咧讲较早过去迄工地的代志，你今日家己先讲。无来阴暗要甲咱食饭的人。是过去咱工地的老朋友啦。啥？就李勇啊，迄个阿勇啊，就今日我拄到伊啊，大家讲到过去的代志啊，真怀念。啊，人李勇啊，即卖生意上上滚啊，大头家啊，伊就特别讲伊想要看过去工地小辣椒，所以我唔知想。我无爱。迄、那个阿勇啊，过去哦，来甲我买粮的时候，都趁机会甲我揩油，搁摸我的尻川呢，真正有够无品的，我才无爱甲迄只猪哥食。迄人孙丽红拢会陪周信强去应酬的，迄人咧讲，大部分人咧讲生理，伊的查某人是对伫迄边啊，这生理哦，拢较讲会成。你放心啦，你也是陪我去哦。阿勇也是敢对你安怎，敢甲你夹，伊的镜头我随甲夺过来，嗯？你讲啊？嗯。我就顾无见面啦，今日一定要好好变钱。勇哥，我已经足久哦，无甲岳父出来应酬啊。即马无啥会向你骂啦，不要紧。无啦，用过，足久无看到你这个老朋友啊，对你安尼疏疏黏黏，该用过点些，小静静就好哦。就是讲咩，来啦，见面啦。用过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已经帮你算过啦，你弟弟哦，三年了一定大起的啦。啊，所以勇哥，你只要加一寡数字哦，迄地我马上卖你，好不好？我甲我那坐落也卖面半杯，你请我赶紧卖讲生理。勇哥，咱是卖讲生理啦吼，先食饭吼，食饭。我会记得你较早哦，上爱食就是这红烧吧。来，我拿一袋给你吼，来来来来来。当你人阿婆吼，爱我做生理，爱我投资，你最好较有诚意。今日就要让他我较爽啊！
一杯先好打啦。啊！好啦，好啦，不要紧吧？香果，安尼啦，哎，说过了哦，酒量不介外好，剩的我啉，好，来。你若敢替阿华那边一杯，我就减出两斤。啊，没，我啉，我啉得好，好，我啉。哦。哎，阿华，你晕哪个啦？杨哥，寿官应该啉的，伊嘛啉啊。这瓶酒做你，我嘛做我搞啊。安尼好无？先让寿官转去，啊，我叫一寡少年妹仔来陪你啉，陪你啉无爽，请款。啊，完啦！哎，杨母，啊，你咪是讲，我若陪你出来，你的生理才讲会成，哪会即马叫我转去啊？那不是用过讲想要看你这个老朋友，我哪有可能带你出门啦？啊，我再讲，你也不是少年妹啊，你这嘛是阮某，紧转去啦，卖伫遮甲我下面住啦。哎，是你讲雷洪拢会陪大兄出来交这应酬，啊，叫我来学伊，我唔才请你买新衫给我陪你出来呢。叫你转去，你是无听哟啦，你是要留下让食豆腐哦？啊，我生理是要怎做啦？啊，我啦。我咧想讲吼，彭爷母这几年来啥物丢锁，拢唔爱带你出门。原来唔是惊带你水某去用看，是惊你哦下夜变醋啦。杨哥，我已经交托顿你哦，这个该霸尊着的。对啦，讲话就讲话，卖点你卡下手来好不？啊，无你即卖是安怎？讲话甲红线用牙心无？你彭爷母只是一个等待我救命钱的俗人，啊！无你要大声讲啊，讲你无需要得我的钱。你母就害你啦！你干我！阿华啦，你看卖啦，这个吼就是你千景万景的红婿，为着利益，把家己的母带来外口卖肉换钱。我甲总讲吼，起码给你穿新裤，光透透，你呐连屁都唔敢放一声。哎、欸，你有够超过哦！你有够低估的呢！我哪会找你这款人做生意哈？要不，莫跟这款人合作。阿华啦，今日是恁翁哦，千求万求，我求我出来外口，伊讲伊欠钱要卖地给我呢。啊，我国家讲，我真久无看你啊，我真正有够想你的啦，阿华啦，我真正有够想你的。无啊！你这嘛是安怎啊？别别，我的今天来，我彭爷母，无你袂保的啦。彭爷母，我只毋甲你摸几个安尼啊？你这嘛是安怎？提袂着钱，就是要冤家相骂是无？好啊，我晕啦，全部你来留卡。我今毛叫你做朋友起来，好，把你搞死！你今毛若跪了搞坏事嘞，我可能跪到无钱了。万不利的，等我囡仔全部冲起来，你这世人有眼光，免想要走出这大门。要不今日啦，咱囡仔坏事嘞，囡仔坏事嘞啦！跪嘞！叫你跪嘞！就是姚，我第一个用国公行李，你第一插什么手？姚母，你卖好这小林骗去，我已经调查过啊。伊就是圣尊，你需要用钱，伊想要做空头行李，骗走你的土地。伊的公司根本是空头公司，无半仙钱。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对啊，大兄，伊拄则搁讲吼，伊细汉拢伫咧楼骹，搁敲电话叫伊细汉要起来呢。伊讲袂猜啊，楼骹甲一个人，叫我处理掉啊。